好，今天的新春畅想，我和我的祖国，让我们来到湖北武汉黄鹤楼。长江边，楼阁下，年味儿正浓。一曲《我和我的祖国》把家和国紧紧地连接在了一起。从惊喜意外到心潮澎湃，全场近千人在新春佳节向祖国深情表白。哎呀，心潮澎湃，
也是跟着一起在唱。我就碰到这个活动挺惊喜的。我们就使劲的招手啊招手，我觉得要把我真正的心情要表达出来。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自豪。这对我们年轻人来说，我们爱国的精神会一直一直的传承下去。希望祖国能够越来越繁荣昌盛，希望我们能够为祖国未来献出一份自己的力量。我们希望我们国家越来越繁荣，希望我们中国越来越繁荣。我爱的你。新春快乐！春节期间。